你早，环球邮报的539会员们、读者们，大家早安。今天是2月18号，星期六。今天军工教要上班，军工教要上班啊，因为下个礼拜放假，军工教今天有上班。那个，先来看看啊，昨天呢，昨天我们看看精彩539的开奖情形。昨天精彩539呢，我们是没中，还好我们是用五支牌啊，一支两支碰个尾数啊，那个我们昨天没中。俗语说得好，十赌九输，没有天天中奖的。我们这个礼拜开五次，中了三次，中四星，中全车啊，我们中过三次啊，中两星，中全车，中四星，我们中了三次。这个礼拜看看今天这一期啊，是不是可以说然后再中一期，然后变成一天中一天不中，一天中一天不中，开六次中三次啊。等会我们看看今天的开奖情形啊。今天是星期六呢，我们跟往常一样呢，还是要出去采访新闻。昨天呢采访了228事件的活动记者会啊，228事件的记者会，那些受难人的家属呢，现在要跟国民党讨钱，本来跟政府讨了1000多万，现在转向什么转型正义，他们今年的诉求是要跟国民党去要钱，要国民党去赔钱啊。那看看啊，当天他们再怎么说，我们会做详细的报道。228当天呢，我们会去录影做详细的报道啊。十赌九输，你签牌可以从0.1签，像今天我们报7支牌，你可以签0.2，因为已经输两次了啊，输两次可以签0.2，然后0.1是多少钱？才300多块本钱嘛。今天加码0.2，把如果中很幸运中两星的话，就把就对备这两期赢的钱回来啊。那个全车呢，0.1也不过300多块钱啊，一支碰个尾数0.1也不过就320，碰零尾也不过240，你们都不要凹。目前为止这个全车干嘛？你们都有赚钱吗？有赚钱不要熬啊！看看今天啊，正常。但是5支牌或7支牌的踩住来，一定要熬啊，要熬到0.2啊。我们还可以看看是不是很好，我们到时候再分析处理啊。我们的等会就晚上见啊，晚上我们一样5点啊传资讯给你啊。我们昨天试传是用纸写的。因为我每天要每一个人客户，每一个人在那边传，对不对？影音呢传给你，我8年以前公布大家都知道了，我还卖什么名牌呀？是不是？那现在变成现在学朋友的可以打开我的，打开我的影音网络，朋友，对，我预计是这样做，问问看索马影音怎么弄，啊，然后再告诉你们，你们每天就直接看到索马影音，啊，提前可以看索马影音，啊。有问题打电话到0979-040492，我这些LINE来给我，我台湾大哥大电话给我。